网络上的同修，大家好，安安好，好。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首先向网络上的同修们道一声歉，为什么呢？因为我四月中旬去香港见师傅，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跟大家交流了七节课，同学们看得很仔细，从我讲课的状态中发现我身体状况不好，所以我回到哈尔滨以后，听说网络上有很多同修在关心我的健康情况。现在呢，时隔将近五个月，我又和大家见面了，说明我现在的状况是良好的，请大家放心。这次去香港给师傅添了麻烦，因为师傅发现我身体状况不好以后，很着急，跟身边的同学问，你们谁有办法给刘老师调整身体？连着说了三遍，有一个小同学跟我是这样写的。后来呢，师傅就安排他身边的一些个工作人员，给我调整身体。所以我想这次去确实是给师傅添了麻烦，让老人家为我担忧了。再一个就是这个在香港的七节课，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真实情况，那真是拼下来的。我去香港之前呢，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好了，我当时犹豫了，我去香港还是不去香港，后来我决定去，原因是因为师父要去英国汉学院，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所以我想三年半没见师父了，无论如何我也得去看师父。就这样，我是带着病去香港的。为什么有病了还跟大家交流呢？因为我想那么多同修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我去香港能够跟大家交流点什么，如果我去了一句话不说，不跟大家见个面，同修们会很失望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把那七节课都讲下来了。有的同修为什么发现我的状况不好呢？实际你们看到的那光碟有很多要害的地方已经掐掉了，给你们看的都是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真的是这样。得感恩陆勇师做的调整和安排。大家记不记得第七节课，我觉得我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那种光鲜和亮丽。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是直接面对信众，我听说有三四百人，我想我面对大家的时候和我面对镜头就不一样了。同学们在现场看到我，那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一个病病歪歪的刘老师，我想给他们看到一个像原来那样那么活泼可爱的刘老师。所以头一天晚上我自己给自己上课，我说今天晚上要攒足了劲儿，明天呢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一定要神采飞扬，不能蔫巴巴的，这是我给自己上这课的内容。第二天我上台以后，大家看光碟前六节课和第七节课我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第七节课我真是把劲儿攒足了，最起码那两小时之内我不能让大家看到我的病态，所以那个第七节课我觉得是这七节课里讲的最活泼的一节课，我自己也比较满意。但是到后来不是现场的同学不知道，可能现场的同学都没有发现，我讲完了以后那一堂课是两小时整，讲完了以后我站不起来了。但是我心想怎么办呢？我不能告诉同学们说我站不起来了，我就开玩笑跟大家说，我说坐时间长了老师腿麻了，我得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我这手，你们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的双手是不在桌子上，
然后我腿在活动，为什么呢？我得活动活动，我就是因为当时我自己走不下台去了，心里想这怎么办？真是阿弥陀佛安排，尤其是可能看出来点问题，他赶紧从台下上到台上来，我拽着他的手，就这么下的台。这个细节可能有的同学要是仔细的话都能发现得了，哎，就是这样。从香港回到哈尔滨，当时呢在广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那天也凑巧，如果飞机要正点，我们那天就赶不上飞机了。恰巧那天飞机晚点，所以我们就赶上飞机了。但是在广州机场候机的那个时间，我是特别特别难受的。当时有一种什么感觉呢？真的有一种那种感觉。但是我心里想，阿弥陀佛没给我消息，我不会在这往生的。我当时就是有这种信念，结果那天顺利的坐上飞机回到了哈尔滨。在飞机场我就跟大云说，我说告诉海林给我联系医院，回去以后马上住院治病。为什么我做了这么个决定？实际我在香港我做的准备工作，我是准备在香港往生，甚至是就在讲台上往生。因为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讲到中间的时候，我几乎支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心里默念，如果我在香港讲台上往生了，在师父身边往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这是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马上想，如果我现在在香港往生了，师父老人家会很难过的。然后我回去以后，我跟大云和赵律师说，我说如果我在讲台上发生了什么意外，你们不要惊慌失措，一定要老实念佛。实际这就是我在交代后事，现在我可以把一切真实情况都告诉大家，因为我又坐在讲台上了，说明这些已经都成为了过去。希望网络上的同修们不要再惦记我，我现在状况已经很好了，如果状况不好，我不会在这里和大家做交流的。有些同学可能想，老师你现在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就想，因为我的一举一动，我开玩笑说，我说现在我走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都有很多同学在关注，所以现在大家又看到啊，刘老师又出来了。那你在哪儿呢？我告诉你，我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某某个地方某某个小道场，我在静修加静养，这回你们该放心了吧。为了保护这个小道场，我既不能露名也不能露姓，请大家谅解。开场白我就说完了，这回大家该放心了。下面呢说一说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这个题目呢仍然是四个字，叫汉淡花开，这是大吉。汉淡是什么意思？很多同学知道是莲花的别名。那汉淡花开就是莲花开，花开就见佛，就这个意思。每一天还有一个小题，这和以往讲的时候规律是一样的。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小题是什么呢？叫不做热忙者，要做闲淡汉。先说说这个题，不做热忙者。这个热就是冷热的热，忙就是忙闲的那个忙。不做热忙者，这个者就代表人的意思呗，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下一句话，要做闲淡汉。什么叫闲淡汉？闲就是清闲的闲。不是闲言那个闲啊，是清闲的闲。淡呢是淡泊的淡。要做闲淡汉，这两个对题我就说完了。不做热忙者，要做闲淡汉。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这个题目呢？因缘是这样的。
因为当今社会啊，可以说是纷纷扰扰，乱象丛生。人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浮躁不安。用这个数字来形容目前人们的心态是最准确不过的，就是心浮气躁，惊慌失恐。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人们才是这种心态。再或者说就是八个字，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就富有的人呢，他也不乐呵，富贵的人呢，他也没有什么那个安全的感觉，就是这样。如何看清种种的困惑，卸脱种种的烦恼，获得真正的幸福，获得真实的快乐，这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和追求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样来解决？人类现在正在抓紧时间在研究，在思考，但是得不到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佛陀在3000年之前就已经给我们解答出来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佛陀早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那人类的一切研究无非就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幸福一些，更快乐一些，心更安静一些。那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知足啊。佛告诉我们知足，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也是其他物种共同追求的目标。不但我们人类追求幸福快乐安定，其他物种也是这样的追求。但是现在的社会现状是什么？我给大家这么解答。现状是什么呢？物质世界在飞速的发展，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跟着增长，而且还在下降啊，就是那种幸福感不但没有增加，还在下降。人们感到越来烦恼越多，不顺心的事儿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用一句话概括，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就是人类被物化了，心迷逐物，或者是迷心逐物都可以。人的心迷惑了，被物所转了，逐追逐的意思，追逐物欲去了，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痛苦。因为心灵得不到滋养，精神得不到充实，信仰得不到确立，用一个字来形容，人们怎么的忙。大家想想，我们中国的汉字是智慧的符号，这个忙怎么写？竖心旁加王，怎么解释呢？心死了就叫忙。你说心死了还有什么快乐和幸福可言呢？所以说我们中国的汉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符号。我想跟大家说说谁在忙，忙什么。我没来这个道场之前，在哈尔滨有些朋友问我，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幸福，才能快乐？我说你不忙，你就幸福，就快乐了。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这个忙，它能把你忙的心都没有了，都死掉了，你就没有快乐和幸福了。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获得了幸福，获得了快乐。当时我给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留个作业题，你回去想一想，我在忙什么，我在为谁忙。
就这两个问号，你自己去找找答案。如果你找到正确的答案了，你就解脱了，你就烦恼减轻了，嗯，你幸福就来了，快乐就来了。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就是谁在忙，忙什么？大家想想，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家亲眷属，包括你自己在内，是不是都在忙？有几个人在闲着？那闲着的可能除非是个别的那懒汉，嗯，他可能在闲着。我们就从小的开始说，小孩在忙，小不点儿三岁上幼儿园，他们就开始忙了，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可言。三岁上了幼儿园，有那么一句口号，叫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大家想一想，输不输在起跑线上，不在于你上幼儿园，你就把学前班提前就办了。现在三岁的孩子进了幼儿园，马上就进入了学前班的状态，上小学学的课程，学前班就搬到幼儿园去了。以前孩子们上幼儿园三岁左右去幼儿园，那就是快乐的幸福的，以玩为主，也教一些知识，但是都是有趣味性的。现在就是死死板板的填鸭式，坏，就这样三岁开始就饱尝痛苦了。然后上了小学，办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这个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家长，你们都深有体会。比如说英语班，什么补习的，美术班，声乐班，什么弹琴呐、啊，等等等等，反正那个班是一个接一个。跳舞班，有的孩子可能是上五六个班，他一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比他上幼儿园、上小学还要累。大家是不是，我们现状是不是这样的？你们考虑考虑。这样上小学就是补习班，这是一个压力，再一个压力就是作业，没完没了的作业。我记着我孙女去办这个补习班啊，她反抗，她怎么反抗呢？因为她妈妈也想给她办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吗？我是坚决反对参加学习班，我孙女认字比较多，没有人教她，她字是怎么认的？她特别喜欢看书，她为什么能看书呢？因为她认字多，怎么认的呢？一个是领她上街的时候，外面的商家的大牌匾，不管那横的竖的，她挨个念，不认识字问这个念啥，那个念啥，因为有的是繁体字。这是一个认字的方式，再一个认字的方式，看报纸的大标题，没人教他，他自己看，他认识了读，不认识他问。所以就这么的，我孙女上幼儿园之前，他自己就认了好多字。所以上幼儿园以后，老师说你们家的孩子真好，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坐在屋的一个犄角旮旯，捧着一本书，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可以不动地方，就是这样。所以你说是人勉强的吗？明天要认，你今天要认十个，明天要认二十个。我们家没有这个教育，虽然他妈妈对他的期望值挺高，要给他办这个班，给他办那个班。一开始我记得办了一个电子琴班，这孩子去了，学了两年，坚决不去了。他妈妈想，这不办土耳费了吗？问我怎么办，我说孩子不愿意去就不去嘛。后来又要给报一个什么班，我孙女跟我学的，奶奶妈妈要给我报一个什么班什么班，我说你什么态度？他说我跟妈妈说，你愿意报你报去吧。我说那妈妈报了以后怎么办？他说我跟妈妈说了，你愿意报你去学吧。完了他妈妈说，是给你报的班，你让我去学。完了我孙女说，我不去学，我不让你报，我还管不了你，那你要报你自个儿去学吧。
所以我孙子在幼儿园也好，还是在小学也好，基本上没参加什么样的班。但是事实证明，他不等于就落在其他孩子的后面，因为我孙女她没有上过学前班，人家上学前班的孩子或者上一些别的班的孩子，人家比如说书法班的孩子上学以后字写的漂亮，我孙女没上过这个班那个班啊，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基本属于班上比较超后的那个水平啊，你比如说把孩子们分成三段啊，上等的、中等的、下等的，我孙女是介于中等的末后和下等的上边，她属于这个边缘。但是到二年级，她基本上就开始往上升。到二年级的下学期，她就是他们班上的前三名了，以后再就没掉下来过。所以说，孩子们的聪明才智，在生活当中，他自然就积累了。不是非得你去采取什么强硬措施，一定要规定学这个学那个。你看我孙女现实就搁这摆着，她小学上的重点校，学习是尖子；上初中还是重点校，还是尖子；高中上的重点校，不是尖子也在中游啊。因为我们哈尔滨的山东，大家都知道那是全国闻名的。他进三中是踩着分数线进去的，那都是尖子学生拔尖儿都进了三中，所以他能站在中游、中上游，那也就很了不起了。因此，从我孙女这个实际例子可以说，这个输不输在起跑线上，不在于你们采取的那些办法。我主张还孩子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因为他和我们大人不一样。我们不能用大人的那种心态去要求孩子们。为什么现在有的十岁左右的孩子神经就不正常，有的纯粹是家长逼出来的，因为他压力太大，学校有老师逼，家里有家长逼。我给大家说过，我姐姐孙子十岁那年跟奶奶说话唠的什么嗑，问奶奶，奶奶呀，你退休了，我太羡慕了。那奶奶，我啥时候能退休呢？说的我姐哭笑不得。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孩子能问奶奶这个问题，就说明他的压力太大了。学校老师给留的作业，那半宿半宿没做不完，然后做完了，他妈妈又给留了一批作业，做不完是不允许睡觉的。如果你要不听话，那条子疙瘩都能打飞了。你说这样的孩子在这种高压下，他何谈快乐，何谈幸福？所以我非常不赞叹这种教育方法。我记得孙女拿出那个作业，是一大摞卷子。我告诉孙女，我说孙女，你从这一摞里抽出了其中这两张。然后你这两张里，你在每一张里各抽出了一道题，你就做两道题，你这些一大摞作业，奶奶就说你都做完了。我孙女说，奶奶不行啊，明天老师要检查的，如果要是那样要挨罚的，那就得做十遍了。如果你一个字写错了，罚你写十篇啊，就是这种惩罚的办法。所以孩子那个神经是高度紧张的，因此我就觉得现在这种教育是一种彻底失败的教育，培养不出来人才，更培养不出来圣贤之才。我就是这么看的，可能我这些话说出以后又会遭到一些人的批判，那批就批吧，我就这么认识的嘛。我怎么认识我就怎么说，我主张人要说真话，要说实话。这是幼儿园、小学、初中，你再说高中，高中孩子苦不苦？我们在座家长有没有体会？都挤这个大学这个独木桥，就这个独木桥，有多少人能从这个独木桥走过去？有多少人从桥上掉下去了？所以现在孩子们的苦向谁去诉说？
为什么要把孩子们逼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四种教育都是失败的。一，家庭教育是失败的，父母没有给孩子做好第一任老师。你如果做好第一任老师应该怎么做？要教孩子怎么样做人，先把这个人教明白了，然后这个是孩子会受用一生的。你成天就是分数名次，就拿这个，我多次说过，我说分数名次不决定孩子的人生命运。什么决定孩子的人生命运？他的性格、脾气、秉性，这个决定他的人生命运。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这话我是说了，你信你受益，你不信你就不受益。前两天我见到一个佛友，他的孩子应该说尖子中的尖子，参加全国某个学科的比赛，老师给他的任务必须拿金牌。你全国比赛呀，那人才济济呀，给这个孩子压力该有多大，必须拿金牌。结果这孩子由于精神压力太大，发挥可能就有点失常，就拿过了铜牌。拿回铜牌以后，老师立刻变脸，那马上那就不像以前那都宝贝都宠着，你没拿着金牌，你拿个铜牌回来就另眼相待了。所以这孩子马上精神都要崩溃了。妈妈跟我说，我说你做妈妈先把孩子解放出来，你口口声声老说北大呀清华呀，我说你这是爱孩子还是害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求孩子必须得考上北大考上清华？他考上北大清华就一定是人才吗？未必是这样，给孩子一片更优的天空，只要他努力了就可以。那我说你考大学考得不好，考失常的，他跟我报告，奶奶啊，我考砸了。我说你砸到什么程度啊？他砸到了不能再砸的程度。啊、嗯，我说砸到哪个程度，你就是奶奶的好孙女，因为奶奶知道你，你努力了，你尽力了。你平时学习成绩很好，你这次考试发挥不正常，那是另当别论。我说你永远是奶奶好孙女，你得给孩子安慰和鼓励，你不能说你这么多年你咋整呢？你怎么考砸了呢？他本来就有负担，你当家长再一说，他不负担更重吗？所以我想对孩子教育，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方式方法，不要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我这个话我已经说过了，我当老师过，教过小学，教过中学，我一向不主张把学生们分成三六九等，一定要一视同仁。他智力情况不同，他有的学习成绩就好一些，有的学习成绩就差一些，你怎么能凭成绩把孩子们分等呢？这不一开始就让孩子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吗？所以我说孩子们在忙，大家有同感吧？我说的不是瞎话，咱们现实就是这样。这是孩子们在忙，我再说中年人更忙。中年人现在一般都是上班族，挣工薪的，上有老下有小，这一波人是最忙最忙的。因为什么？忙着赚钱养家糊口。你比如说作为家庭主妇，工作上忙不敢耽误，回家里家务忙也不能耽误，老人需要照顾，孩子需要照顾，尤其是投放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可能占他整个精力的80%-90%，你说能不累吗？能不苦吗？这是中年人在忙，男士也照样忙呢，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就是主外养家糊口主要担子大概落在男士的身上吧，这多数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中年人呢，现在他们属于插科阶段，老的没送走呢，小的没养大呢，
完了自己工作又放不开手，家里又放不开手，所以说你说这波人忙不忙，苦不苦，累不累？这是我再重点说说五十岁到六十岁这一段人他在忙什么。这是我的亲身感受。我在我们小区住，一到开春，春暖花开了，你看吧，推着各种各样的儿童小推车，上面有的是一个，有的还一对推俩，哎，前后哎有那样的车，前面坐一个，后面坐双胞胎，我们院里有七八对双胞胎。哎，推着小车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我给起个名，小爷爷、小奶奶、小姥姥、小姥爷。你们看是不是这样？都是五十多岁，哎，甚至还没退休呢。我们楼上三楼，那个男的肚子上挂着一个东西，像个小板凳似的，系着腰上。那个孩子脸朝外坐着，从小不点儿就开始这么搁外面溜达，就这么带着。有一个人问我，说那个男的，他是爸爸还是爷爷？就是你要说是爸爸吧，看着有点老；你要说爷爷吧，他看着有点年轻。我说不知道，我说他就是我家邻居，就在我家楼上住。后来有一次，他又出来了，和他那个爱人一起出来。完了我问他也，我说这小孩是你什么人呢？完了这个他家人告诉我，他说这是我外孙子。他说你看我老伴儿就为了照顾这个外孙子，把工作都辞掉了，没到退休年龄，五十多岁就退休了。现在这个孩子可能是三四岁了，还和他姥爷那个小凳子上坐着呢，天天他这个姥爷一个是肚皮上挂着小宝贝。家里的三只狗每天就是这个五人同行啊，就在我们小区院里转。你说多少人把孩子摔给了老人，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理念，年轻人现在理念就是孩子不给你生出来，生出来就是你的啊，给婆婆给公公啊，你家的孩子就得你管。所以我说有些老人在班上好不容易熬到六十岁退休了，回家又上班了，又上岗了，这个岗更难办。现在这一个孩子多难带呀，还娇生惯养，这爷爷奶奶伺候都是老方法老招数，人家年轻人还不喜欢，你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不卫生了怎么怎么地，这老人整的左右为难。所以我特别可怜这一批小爷爷小奶奶小姥姥小姥爷，太难了，他们太忙了。所以你说这批人本来应该逐渐的退下来了，应该清闲一下，清闲不了，就是这个。再说说老年人忙不忙，按道理老年人呢忙了一辈子了，该享点清福了吧，不行，没有清福可享。有的到老人院，我们院里有好几个老人院看护老人的那个点儿啊，还不能叫老人院。看到那些老人，你心里会特别特别难受的。哎呀，真是的，你就觉得老人到老了很难活，尤其是要身体状况不好，要有病了更难活，真是老了真难呐。所以我就想劝年轻同志们，好好善待老人，你们也有老的那一天。我们院里有两个老人。80多岁，其中那个老太太是萝卜腰，几乎都是90度的萝卜，每天拿个大布袋子，拿着一个耙子干什么，捡那个废品。为什么我跟她那么熟呢？因为她每当去捡我们家门前那个垃圾桶里去翻的时候，刘蜜拽着裤腿不让捡，那刘蜜可能就想那是我家的，你怎么来捡？所以老太太就非常怕这个刘蜜。见着我就说，你们家那小烈儿出没出来？我说小烈儿今天没出来。哎，那我翻翻吧。就这样，那个老太太告诉我，她80多岁，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她每天捡这个废品卖钱就是她的生活费。我说老大姐，你一天捡这个能卖多少啊？她说有多有少，多的时候一天能卖10来块钱，有的时候少卖2-3块钱。
有的时候下雨天出不来，就捡不着，就卖不着钱。所以看老人家确实挺难的。所以你看，从小三岁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有没有清闲的？没有，个个都在忙。所以我们说，人为什么活得这么苦这么累？这一个忙你要不解决，你就得苦就得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你周围，你看看现在的大都市，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我们表面看到的是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你想一想，在这个繁荣的后面有着多少无奈，在这灯红酒绿强颜欢笑的后面有多少心酸。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很多看起来光鲜亮丽在人前很显赫的，说不定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折磨。有这么一个数据，今天我为啥有个小讲稿？因为有些数据我脑子里记不住，我就得写上。这个数据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患各类精神病的患者超过1亿人，这个数字多么惊人啊！各类精神病患者加在一起超过1亿人。重症患者超过1600万，这是统计的一个数字，说我国现在每年自杀人数30万左右，就是每年自杀人数30万左右，自杀未遂者200万左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每2分钟。就有1个人自杀死亡，有8个人自杀未遂，特别是15岁到3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自杀成了他们死亡的首要因素。我们经常在电视看到这样的报道，说谁谁谁自杀了你说有一年轻的小学生10几岁嘛都跳楼自杀，这个电视都演过。你说就这几个数字是多么惊人。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年轻的银行高管，30多岁就做了银行的高管，这个是羡慕的一个职业吧。可以说收入颇丰，待遇颇厚，三者这是人人都羡慕和追求的，车子、房子、票子是一子不缺，他还多了2子，美丽的妻子，聪明的孩子，你看他的5子都具备了，是不是很光鲜、很亮丽？这样一个收入颇丰、待遇非常优厚的一个年轻的银行高管，借着职业的职务的方便，他还炒股，还搞期货。这不都赚钱的买卖吗？搞来搞去他就得了忧郁症，老想自杀，没办法就得派人看着他，专门走到哪看到哪。有一天那个看管的人上卫生间，就把他单独留在房间，就那么几分钟时间，他就从10几层楼跳下去自杀身亡了。你说他缺什么少什么？可以说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少，他为啥得忧郁症？为啥得自杀？不知足呗。可能他想人家还有谁比我更怎么地更怎么地，没完没了。以后面我再讲欲望的时候，我再说说这个问题。当代人呢压力很大，烦恼很多，紧张、焦虑、忧郁、恐惧都成了通病，是不是这样？你看现在为什么得神经病的那么多，得抑郁症的那么多，小孩、大人、中年、老年得忧郁症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心无所依，心无所靠，这个心不知道往哪搁，是吧？终日惶惶，真是这样的，没有安全感，
人们吧都在忙，又不知道忙什么。你比如说很忙很忙的人，你晚上躺在床上，你自己想想，我今天究竟都忙了些啥？可能他自己，哎呀，乱忙呗，瞎忙呗，没有成就感，白忙了一天。那你说你这样忙活一天白忙活了，忙活一个月白忙活了，忙活一年白忙活了，最后一辈子白忙活了，是不是这样？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你为了谁在忙？忙到最后大限来临，你要离开这个人世了，糊里糊涂的走了，白忙活了一辈子，你是不是这么的？咱们算算这笔账，是不是？你说你走的时候你能把什么带去？什么都带不去。带什么东西？带你的恶业，带你的善业，带你的敬业，带敬业的人数寥寥无几，带善业的稍微多一点，带恶业的也不少。你带这三种业去哪？恶业是三个道，地狱、恶鬼、畜生，就这三个地方是你的归宿。如果你善业多，你去三善道，那天人间两道，还有修罗，你去这三道，这叫三善道。你要带敬业，就像我们念佛人，得是真正的念佛人啊，光是念佛人不行，得是真正的念佛人。你带的是敬业，那就这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念阿弥陀佛，就这么几条道嘛。所以就说咱们忙，一定要明白我在忙什么，我忙的结果是什么。佛门嘛有一个师傅叫寒山，这个很多同学都熟悉，寒山师德嘛，都是菩萨化身来的。寒山大师啊有这样一首小诗，是这么说的，说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冷冷度春秋，朝朝暮暮迎国际，闷闷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后面六个点三点号还没说完啊，前面我念的这几句，这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真实写照。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这样？我再念一遍：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冷冷度春秋，朝朝暮暮迎国际，闷闷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那大家可能说，老师这里没录了，那都点点点了，那后面那点代表啥呀？我告诉你们，有录。这个录就是大师告诉我们两句话，就是路，就是你走还不走。哪两句话呢？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琢磨琢磨，明明白白一条路，什么路？修心啊，成佛呀，这条路是出路啊。后面那句话说万万千千不肯修啊，但是很多人他不肯修心呢，他不肯成佛呀，那你就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来能够解决这问题？我给他提了两个名词啊，一改心，二换心。我记得我姐往生之前跟大家说，我就这个俩字换心，然后呢大家捂着嘴笑了，我就把这换心记住了。什么叫换心呢？实际就换心态呗。你换一个念头去考虑、去认识、去处理这个问题，它就不一样了，它事情就变了。就像手似的，你这么看手心儿，这么看手背儿，是不是啊？它都是手啊，就你怎么看的问题。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说一个老婆婆特别爱哭，人们给她起个名叫哭婆婆。她为什么老哭呢？因为她有俩女儿。她这俩女儿呢，大女儿是卖鞋的，小女儿是卖伞的。这个一到下雨天，
赶门的生意担忧，因为下雨了没人去买鞋，这鞋卖不出去，这买卖就不好呗，所以他这老太太就哭。哎，等晴天呢，哎，他又为小女儿哭，因为啥？小女儿是卖伞的，那不下雨了，天晴了，谁买伞呢？所以老太太就哭。你想，哭来哭去能解决问题吗？后来有人劝他，说你换个心，改变一下心态，说你这么想，下雨天了，你小女儿的买卖一定非常好，因为咱可以卖出去了，你应该高兴吧，替小女儿高兴。那晴天了呢，小女儿伞卖出去，大女儿的鞋就卖出去了，这不又是一件好事吗？他们两个人都不用你来哭，所以老太太后来就由哭婆婆变成了笑婆婆。那这是一个小故事，但是我们听了以后有没有点悟出来点什么道理？就你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活得这么苦、这么难、这么累？缺一颗平常心。所以下面我想跟大家说说，咱们老说道嘛，修道、学道，什么是道？平常心是道。可能这么简单的话大家都知道，但是做起来可能还真是不好做。没有一颗平常的心，你要想活得快乐、活得自在，怎么办？你把你的那个不平常的心回归到平常的心，你就获得幸福、获得快乐。有些人可以说是成功人士吧，在各个方面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他们没有或者是缺少快乐。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士啊，可以说各方面都很优秀，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少，就是每天都生活在烦恼当中。我举个例子啊，我不说是谁了，我的好朋友，他就属于成功人士之一。我现在接他电话都头疼。我跟他说，我说现在我一看这个电话是你打来的，看到你这个电话号，我这个神经就高度紧张。我给你们学，我就两种判断，一接电话，哈哈哈笑了，就是哈哈笑了，我马上说，我说今天好，晴天。晴天，因为高兴呢，我一接电话他哈哈笑了。如果我接电话，哇哇哇哭了，我说完了，今天阴天。你说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在这种痛苦的煎熬当中。哎呀，你说这个何谈幸福和快乐？本来一个很成功的人士，为什么就找不到幸福和快乐？是不是应该仔细琢磨琢磨的？而且我这好朋友就是信佛的，你怎么信呢？这佛的教诲听没听明白？佛没让你天天这么烦恼啊！哎呀，就是管事儿太多，想事儿太多，然后还管不好，管不明白，管不明白就烦恼。就是这样。有了这个想那个，有了那个想那个，无穷尽。如果你的心要不是平常心，你的心是这几种心，我们每个人对着号啊，看我们是哪种心。第一种心，贪婪的心，贪多无厌嘛，这贪婪的心。第二个心是执着的心，固执己见呀，我说的就对呀，你必须得照我的办，你不照我的办我就生气呀，执着的心。我要想得到什么，我必须得得到，得不着那我就抓心挠肝的难受，执着。第二个，嫉妒心，不希望任何人超过自己，只能我比你们都强，嫉妒。虚荣心。最后一个，攀比心。你这几个心，这只是我举几个例子而已，那还有很多。这几个心你沾一个你都没有快乐，不信你琢磨琢磨。你说你贪婪，不可能所有的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你的吧？哎，你得不到，
你就难过，所以你这个心能快乐吗？贪婪。第二个执着，第三个嫉妒。这个嫉妒啊，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大障碍，一定要转变这个心，要欢迎任何人都超过自己。就像师父老人家说的那样，他希望他的每个学生都超过他。他说学生超过老师，老师是最高兴最快乐的，没有哪个老师不想让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他说老师如果不想让学生超过自己，那绝对不是一个好老师。这是我们净空老法师说过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而且老法师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虚荣心呢、太多了啊！一帮小年轻的，他有这个了，我没有；人家家里怎么地了，我没有。跟攀比呗，虚荣就攀比嘛。所以说，不管你多么富有，你都会觉得比不上人家，你永远是烦恼多多。因为什么呢？不可能你周围的人都比你次，都比你差，是不是？你这个问题要不解决，你是快乐不起来的。纵观我们走过的人生路，有坎坷，有失败，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很多很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很多人恰恰是过去的事儿他不让它过去，他老把它挂在心头，你说这能不苦不累吗？佛门不有这样几句话吗？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说明天的失意，昨天的失意，明天的美好，都不如今天来得实在。什么意思？告诉大家，抓住当下。过去的就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呢，你考那么多干什么？你就把当下抓住，你就会获得幸福和快乐。给大家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吧，就是一个老和尚挑了一个担子，两面是两个瓷桶啊，瓷的桶。这桶里装的什么呢？装的绿豆汤。那老和尚挑着担子在路上走，走，不小心，这老和尚就摔了一个跟头，这两个瓷壶也打了，这绿豆汤也洒了。老和尚起身之后，若无其事的，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后面有跟着的人呢，我就喊说：“老和尚，你的瓷瓶摔碎了，绿豆汤也洒了一地，你不知道吗？”老和尚边走边说：“知道。”那个人又说了：“说知道了，你怎么不回头看看呢？”老和尚说：“既然瓷瓶已经打碎了，绿豆汤已经洒了满地了，我回头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老和尚说完继续往前走去。什么意思？我们听懂了没有？不能砸了事情，事情砸了，那这瓷瓶砸了吗？这个事情砸了，事情已经砸了，你不要再坏了心情。一个事情一个心情，是不是？就简单这两句话，它就说明一个哲理，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很深刻的哲理。下面我想说今天这个主题啊，不做热盲人，要做前当汉。我这个题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前些日子吧，就出了这么一首集诵。这种集诵呢，出来以后我记下来了，记下来我一对照啊，和咱们现实生活非常贴近。是这么说的，说茫茫人海中，难觅闲淡汉，触目热茫人，真是好可怜。事情正浓者，真相看不见，假的当成真，遇到去相远，
牢牢把握住人生转折点，自在过生活，赛过活神仙。我读了这首偈颂以后吧，我觉得和咱们现实非常贴近。你看人海茫茫，你就走在街上，尤其是上繁华城市，那人来人往，真是茫茫人海中难觅闲淡汉，就是很难寻找到一个闲淡的人。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吧，是触目热茫者，是进入你眼帘的全都是茫茫叨叨的人。我的感触很深。你比如说我去澳大利亚，去新加坡，去印尼，去马来西亚，香港，我就有个对比。你看澳大利亚很清静，他那个人呢、说话也慢悠悠，走路也慢悠悠。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到香港一下子就翻过来了。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到我讲课那地方得走一段路。当时呢，就是早晨有很多人忙着去上班，他们是什么样的？步履匆匆啊，那倒小步碎步，忙活的，完了手里拿着吃的东西，一边走一边吃。这在道上这时间都不能浪费，就把早餐就在道上就吃了。所以就是非常明显的对比。那你想，人家那自自在在的、悠悠闲闲的那个日子，多幸福，多快乐！你说我们这忙忙叨叨，忙忙叨叨，哪有幸福快乐可言呢？后面说真是好可怜，你说看着这些忙忙叨叨人，确实是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世情正浓者，世界的事情。情话的情，就是他的，就是一颗凡夫的心吧，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很看重。他正浓的呢，你让他淡，他都淡不下来。因为这个，所以他真相看不见。咱们就小点说，就是事情的真相他看不见，就说宇宙人生的真相。说假的当成真，后面我还有一讲，要讲这个假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说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遇道去相远，就和咱们修这个道啊是越来越远，背道而驰了。是牢牢把握住人生转折点。如果我们开始闻道佛法了，开始学佛了，这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能不能把握住，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最后两句，自在过生活，赛过活神仙。那大家想，好像我给大家做这个例子也说得过去。我现在就是自在过生活，我觉得我比活神仙还神仙。我啥人也不操，我一天清净念佛，为大家服务，做点实际事儿，这就是我过的日子。所以现在很多人羡慕我，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曾经痛苦过，曾经迷茫过，是吧？曾经觉得走投无路过，曾经面临死亡过，那这些我都经历了，经历了，我把它看破了，所以现在我就潇洒自在了。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潇洒自在的刘老师，没看到20年前那个痛苦不堪的刘老师。这是我的经历，能不能让大家悟到点什么？你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你掂量掂量，值不值？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啊，小故事。我今天就给大家讲故事。这个故事啊，大家别白听啊，不是刘老师闲着没事儿坐着来给大家讲故事，让你们通过这个故事悟到点什么。有一个禅师叫慧海禅师，他有好多弟子。有一天呢，他这个弟子就问这个慧海禅师
说师傅，这您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您为什么活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呢？这是弟子问这个慧海禅师。慧海禅师是这样回答的，说我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这就是老禅师给他弟子的答案。他弟子一听呢，有点莫名其妙，有点吃惊，说这似乎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呀，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不都是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吗？完了师傅说了，说这可不大相同。说一般人吃饭的时候啊，挑肥拣瘦，万般计较，睡觉的时候呢，胡思乱想，夜不能寐。我是呢，吃了就饱，困了就睡。所以说，这个老禅师说呀，吃饭和睡觉是平常事，但平常人却缺乏一颗平常心，所以因为心不一样，吃和吃不一样，因为心不一样，所以睡和睡不一样。这就是老禅师给他弟子的答案。那我们大家想想，我们每天也是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为什么我们失眠？失眠是不是想的太多，念头太多，就睡不着觉？我就这样，我要心里有点什么事儿，晚上有时候我也睡不着。我原来是睡眠相当好的，所以我的体会就是，你心里越干净，头脑里越没有事儿，你吃的也香，睡的也香。一有事儿以后，你吃也不香，睡也不香。大家匆匆忙碌点什么，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可以让你的心多一点安宁，让你的热忙少一点，让你的闲淡多一点，让你的快乐多一点。刚才我说要有一颗平常心，那可能同学们问老师，那什么叫平常心呢？我给你概括概括啊，咱们对号。什么叫平常心？无得失的心，没有得失，得也是失，失也是得，它是一个平衡，没有得失的心。如果我们有得失的心，没得到的，你千万别去想得，然后这个过程你很痛苦，因为你要得到，得到了以后呢，你就怕失去，你要保住这个得来的东西，这个过程你仍然很痛苦。然后一旦这个你得到的又失去了，你就痛苦上加痛苦。所以无论是得还是失，你都痛苦。如果你没有一颗没有这样得失的心，你就快乐了。第二个，没有取舍的心，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拿到手，或者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丢掉，没有这个。这个就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故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把它挂在心上。有的人故事一点钱呐、东西啊什么呀，实际的故事内容很多。有的人就把它挂在心上，就想，哎呀，我给某某某布施了多少钱，我给了他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属于你这个心没有丢掉，你还有这个取舍的心。再一个就是没有无烦无胜的心，无烦无胜，你别老心里有分别，哎呀，他是凡夫，他是圣者。你有这个心，你也不快乐，因为什么呢？你看谁都是凡夫，你就看你自己是圣人。可是恰恰佛教道你是翻过来，所有的人众生都是佛，都是菩萨，唯有我自己是凡夫，你得把它颠倒来看。所以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定要不执着啊，就是要有一颗不执着的心。因为你只有不执着了，你才能是阿罗汉这个层次，第一个档次，第一个学位。阿罗汉、菩萨、佛三个档次吗？就相当于
咱们人间的三个学位吗？你不执着了，你才是第一个档次阿罗汉，然后你再不分别了，你就是菩萨了，然后再觉了，你就是佛了，就这么三个档次吗？所以这个执着的心一定要去掉，无分别的心，哎呀，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哎，这个和我挺好的，关系挺密切，那个和我不打招，你这个就是分别心，这是最浅显的分别心。如果你有这样的分别心，你永远做不了菩萨，因为菩萨没有分别心，他对众生是一视同仁的，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个心建立起来了，那就是你知足常乐了，你就会宁静淡泊了，你就会随缘自在了。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很简单，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当代的一代高僧文化老和尚非常出名，老和尚，他那个老人家是106岁圆寂的。老人家的生活日程啊，我给大家简单叨咕叨咕。老人家是早晨4点钟起床，晚上10点钟睡觉。他是早晨4点起床，4点18分到7点钟是诵经时间。老和尚的生活特别有规律。白天呢就是接待来客来宾，每天接待多少人？1000多人。106岁老人家每天接待宾客1000多人呢，我们听都吓人。他的弟子问师父啊，您老人家累不累？老人家是这么回答的：身累心不累啊，身累心不累。说每天有那么多人向他倾诉烦恼，那去了都向找老和尚倾诉倾诉自己心中的烦恼啊。弟子问说：“师父啊，你烦不烦？”师父回答说：“是烦，心不烦。”啊，他说那个事儿挺烦的，但是我心不烦。啊，身累心不累，是烦心不烦，两句简单的话，老和尚的高风亮节。是不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弟子说呀，本话老和尚是拿起饭就吃，吃啥都行，说倒下后就睡，睡得也香，每天接待1000人一点烦恼都没有，多难得呀，那1000多人就忙来来往往，看都得开心的嘛。老和尚每天就是这样的日程，老和尚还欢喜得不得了，这就是一位高僧大德的情怀，也是和凡夫的区别吧。我们凡夫能做到吗？另外，这是老人家的修持功夫。身累心不累，是烦心不烦，说明什么？老和尚是定的，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在定中，那眼花缭乱的看着。说呢，因为在定中，老和尚就没有苦，没有累，没有烦。这是说了老和尚，我再给大家举举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一看老和尚这个，我特别受感动，受启发。2010年呢，春节前，师父看到我那个信件的光碟以后，在讲经的时候提到我，我不就出名了吗？出名以后就成了名人，也成了盲人，每天就是接待来访的同修们。我那个时候别说接待1000人呢，可能一天也就100多人吧，我估计大概也就这个水平。接待了大约是几个月吧，就把我累趴下了。因为什么呢？没时间睡觉，没时间吃饭。那个时候早上4点多钟，所有们同学们陆续上门，晚上9、10点钟陆续撤退。
整个这一天是不间断的，我不适应，不适应吧，睡觉睡得少，完了关键是吃不上饭，一天有时候我一顿饭吃不上，以前我跟大家说过，就饿我到什么程度呢？饿我就觉得前面和后面贴在一起了，成了个点儿了。等大家都退走了以后，我想起来，那我吃点饭吧，那时候就吃不下去了。按照老人的说法，就是饿过劲，饿过劲呢就吃不下去了，就不知道饿了。所以这样呢，持续了几个月以后嘛，我就累趴下了。累趴下以后，正好赶上什么呢？赶上那个大家都知道，老法师，送定谋法师，那时候叫钟博士，没出家呢，去哈尔滨，让我和钟博士一起去极乐寺受菩萨戒。因为我是2010年的4月份去的，4月4号去的香港嘛，受菩萨戒是阴历6月19，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这是几个月时间呢，我估计中国是那次看到我以后吧，到哈尔滨，他可能发现我瘦了，比去香港的时候瘦了。我这样想，可能他就是向师傅报告了回去，因为那天挺急的，早晨他应该是半夜12点多下飞机，结果飞机晚点，我们一宿都在机场等，等到第二天4点多钟，他把博士接到。然后我们直接吃点便餐就跑到极乐寺去了，下午受完戒以后又直接把博士送到飞机场，他飞回香港，晚上有课，就那么急急忙忙的来，急急忙忙的回去了。所以他来哈尔滨看我瘦了以后，他就回去跟师傅说了，是可能后来我听他们给我学的，师傅说这不行，这都累倒下了，这得找个地方休整休整。所以我后来10月份去广东，在广州住了半年。为什么？那一次就是师父老人家给我安排的，就让我在广州换个环境，把身体调整调整。可见老人家，对他的学生也好，弟子也好，还是这些信众也好，多么样的慈悲，想的那么周到。我说我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修行的不到位，你个老和尚他心不累心不烦，那我身累我心也累，是不是？那个事烦我心也烦。我为什么后来我说我想个办法呢？因为这个我特也亲身体会，因为有很多佛友去全都是倾诉烦恼，那我是深深体会到了那个难。因为什么？你不能不听，你听了怎么办？你还得给他解决，给他出主意。所以我修行的不到位，就不能像老和尚这样，我是身也累心也累。所以最后我没办法，我自己提出了一个招，我设计了一个垃圾筐，因为都是倾诉烦恼嘛，那我就自己加个意念，就这个筐呢，上面有个盖儿，你要倾诉的时候，我就把盖儿掀起来了，你倾诉完了，这烦恼就都跑我的筐里了。你倾诉完了，我把筐一盖，意念没有了，处理掉了，就一个笨方法。后来我外甥女儿想了一个办法，这是我四外甥女儿，她想的办法，她老姨我的办法也挺先进。他说我那个吧，上面没盖，下面没底儿，四面都空，你不管你多少烦恼，你进去就没了，进去就没了，不用处理。哎呦，我说你这个招儿挺高明的，这就是我的四外甥女发明的。所以当时有人问我嘛，说刘老师，你都修成了，你还用吃饭吗？说你都修成了，你还用睡觉吗？我听了以后，我就是如实的告诉人家，我说我没修成，我得吃饭，我不吃饭我饿得慌。我是因为我没修成，所以我困，我得睡觉，我不睡觉我就困得慌，这都是大实话呀。所以和本汉老和尚比，没法比呀，人老人家呀，这一辈子的修持啊，是不是？那戒定慧那足足的具足了，
什么都不缺呀，所以老人家就那么忙啊，咱们看老人家忙，老人家累，这老人家把它看作是一件非常欢乐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不要向老人家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念了几天佛，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啊！我是学佛的，我是念佛的，哎，怎么怎么地？咱们不行啊，太远了，那功夫远远不到位啊。如果咱们今生想了生死、出轮回，继续好好念佛，好好的把咱们的功夫进一步提升。嗯，过去我曾经说，咱们不说修行，就是做一个人来说，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素质，提升自己的，培养自己的气质。你想，老和尚这个如如不动，是不是气质？这种气质是什么？它是一种内在的底蕴，它是多年的积累。我们缺少的是这个，我们什么底蕴都没有啊，然后我们还共高我慢，你想想我们有啥都能共高我慢呢？啊，有的人称我老师，我真觉得惭愧，是不是？都是小学生，嗯，所以有的人说刘老师，你老这么说，我们都怎么办呢？昨天法师说一句，说老师，你说过去叫你老师，然后是你叫我们让他称你居士，你说我们怎么办呢？我说称居士是最恰如其分的称呼。我说因为不是我过去教我小学、教我中学，大家叫我老师习惯下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叫我老师的。嗯，好好修行吧，真是这样。嗯，还有一点时间，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吧，我想说一件事情，因为晚上这通修。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我这个那个这堂课的内容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有同修发心，就把我从2003年讲的信念，到我这次去香港讲的慈云法语，我都真都不知道这同修们怎么收集的，就把我这些年。2003年讲的到2017年讲的东西都收集到一起了，有的我自己一看，这是我说的吗？我啥时候在这讲过？我自己都忘了。我们同修这么认真细心收集那么全，然后有同修发心出资了50万，就把这个弄成了一个视频机，我想想啊，对，叫视频机。几种呢？一共3种形式吧。一种叫视频机，就是能看能听。第二种呢是音频机，我就给它起名叫音频机吧，就是能听没影。第三种呢是小随身听，就老法师念佛号，我念佛号，我从来没给谁念过佛号，我不知道我那佛号是怎么弄去的。就有还有4种念佛法。我说这个人真聪明啊。我问没问出来，我问我说我这佛号你搁哪弄出去？人一笑了之，不回答我，那我也不问了。就这么3种小机器，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发心的佛友，他们的想法就是便于同修们那个听，就是如果这边一个光碟，那块一个光碟，有些尤其老同修，他收集不到，他找不着。是这样呢，都把它整理到一个机器里，然后这老朋友想听哪个一摁就出来了，一摁就出来了，是为了方便同学们那个修学吧。实际按我本人的意思，我不想让他们搞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讲的时候大家听了有缘就听了，没缘没听就没听吧。我不主张搞那个什么出书啊，整光碟呀、啊，整那小机器啊，我自己本人我是不愿意这么搞的。但是朋友们发这个心，我劝说也没劝说住，就把这个小机器弄出来。弄出来以后吧，因为这个主要办这件事呢，一个发心，
立佛友拿钱。具体落实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熟悉的狮子吼网站的于记者，于世杰，我都叫习惯了，都叫他小于。他来具体落实这件事儿，这个去弄完了以后，就是怎么样往外发？按这个出租的佛友和这个办事的小于，他俩的意见是全部免费。我给出了一个馊主意，现在我认识到了，我这主意出错了。给他俩，尤其小于拿来筷子，我给出个什么主意呢？我说你可以分三个档次。你比如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你这个可以收成本费。如果家庭有一些困难的，你可以半费。实在困难的边远山区的农村的一些老菩萨又没有收入的，免费。我说你分这个三个档次。我是怎么想的呢？因为我接触的这些佛友吧，我心里也有点数。一听说免费吧，就给你抢光，完了还不珍惜。你说这玩意儿他一抢都抢到他那去，他囤积聚集去了，别的同学想看还捞不着。我是想解决这问题，你让他花点钱吧，他知道珍惜。我这事儿我笨呐，我就这么想的。他一想这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得好好用，他知道好好保护他，还能发挥作用。结果呢，现在我一看我这主意出错了。因为啥？你说你咋见人？他说我困难不困难？困难到啥程度？是不是你给谁得收成本费，给谁办费，给谁免费，不好办呢？那怎么办呢？所以小于后来可能是大部分就是收成本费，这就惹麻烦了。有的同学提出质疑啊，你那机器怎么那么贵呢？那个你怎么还赖钱呢？那刘老师知道吗？我现在正式告诉大家，刘老师知道啊，要错都是刘老师错，和出资者和那个小鱼没关系啊，主意都是我给出的。这样什么问题呢？就是以前都是免费结缘，怎么一到你这儿这把就收成本费了呢？不满意了，这是一个不满意。第二个呢，不满意什么呢？那个这个机器是这么贵吗？因为那个机器第一批出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个机器是成本费是400多，那个小一点的是我听说好像235，完了还有那个小的随身修多少我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账码。你想这个东西一往外发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把这个仪器纸都累到啥程度，是不是？你想大批的呀，要的人也大批的，他没有帮手啊，给他忙活坏了。另外我这次现在我可以跟你们透露点，那个仪器纸啊，他身体不好，我都非常心疼啊。我为啥不想让他办这个事儿呢？因为他身体弱，他干事又认真，职业病什么都精益求精。这个机器之所以贵，他跟我曾经说过，他说刘姨啊，这个机器价钱有点高，但是这个机器它就是质量好，老菩萨们拿到手吧，他们用得住，他不会半截腰坏了，他发心是好的，所以后来就说我就下决心了，就定这个质量好的了，所以这个那儿定的这个好的。然后呢，很多佛友也跟我说，他刘老师，我们就知道这个机器确实是质量好，但是就是价钱高，大家都认可这个机器，就这么着就惹了点麻烦吗？这个意思是小鱼是不是卖法宝赚钱呢？我再有一个郑重其事的声明啊，告诉你，小鱼是一分钱也没赚，他是往里搭钱的。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披露一点，他现在花的都是他的自己的公积金钱，没有钱能拿那个。他和他爱人他俩的工资加块一个月1000块钱，都搭在这里了。完了，我们佛友还不理解，还质疑，你这机器怎么那么贵？你为什么收钱呢？刘老师知道吗？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挺寒心的。怎么这样呢？你说要是免费，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哈尔滨
啊，那我就得举哈尔滨的佛说，你们别生气，这都是你们干的。有一个佛友跟小姨呢把机器收到请去以后，这佛友也好心发心嘛，实际他也是工薪阶层，他拿他自己工资请这个机器，然后他免费往外发来的一次，那不是一开始收成本费吗？就这一次一说免费了，这家呼家是，哎呀，我说真是东北虎下山呢，一下子就给都往自己怀里搂啊！你说我那佛友后来跟我觉得刘姐给我心疼的，你说你一个人拿那么多干啥？你拿一个就行了呗。他说他们糊了，我也跟我往我这糊了，我也糊了不过呀。他说一个老头子一个人拿了26台，你说怎么办？所以我这么面对着镜头跟大家说这些，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应该理解。你说出租的同学发这么大心，拿那么多钱，然后对面小鱼带着病干这件事儿，你知道给你们发货接货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作，他没干过这个，那真他没把他来插下就不错了。我希望大家，我这次跟大家说明了以后，你们应该发自内心的生感恩之心。如果没有出资者，没有小鱼这么去落实去努力，你们没有这个机器可拿呀，那你们就自己找吧，愿意看哪个东找一下西找一下，过去不就是这样吗？你说他们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发了这个心，希望大家能够升起感恩之心，以后不要再就这件事儿什么钱呐、怎么地，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小鱼没有赚钱，他是往里砸钱的。因为第一批发完之后，有很多老头子要还继续要，小鱼跟我说，刘姨还得弄第二批，我说我劝他第二批你别弄了，最后他偷偷摸摸他还是弄了。现在第二批已经没剩下的数量不太多了，这批处理完了以后，我跟小鱼说坚决不要再搞第三批了，谁再需要这种机器自己和厂家联系，厂家收多少钱那你就给厂家多少钱，你这样你就不会有疑心了。所以有些事儿我就想，我们学佛人干嘛还有那么多怀疑啊？你说就这个钱谁敢搂谁敢贪呢？我们学佛人不知道吗？都是沾因果的，是不是？那小鱼管理道场都20多年了，学佛学这么多年，他能搂一分钱？你们这个内心想一想，如果这事儿轮到你，你会不会搂这个钱贪这个钱？不可以这样怀疑一个人，这么怀疑人家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感恩他尽心尽力的为全国的所有们同学们甚至国外同学们服务。他告诉我现在全国可能就有2个地方省，西藏还有哪儿，他说有2个地方现在没有，其他的基本都铺开了，外国有几个国家也有，就是这样。我今天借这机会说这么多，听到的同学可以互相转达一下对于这个机器啊这个价钱呢，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网上直接给小鱼再提问，他可以再回答。他回答你的那个，我都会知道的，都是真实情况，完全值得相信。今天这节课就说到这儿，感恩大家，阿弥陀佛。